在角落，走廊的空虚不断倒带着你和我，哭着笑街上绕一日日的过，凭着记忆想象你的侧脸，我轻轻地抚摸，手中握着叠满眼泪的相片，来不及说爱你，你说再见。泪在掉，但在雨中又有谁知道，幸福多短暂，拥有过就好。找你失去的心跳，再舍不得也都画下了句号。我想你想得快疯掉，请你别再闹，醒来好不好？泪在掉，但在雨中又有谁知道，幸福多短暂，拥有过就好。摸不到，抓不着你失去的心跳，再舍不得也都画下了句号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玩呢？你们到底要把我玩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算了，我累了，我投降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真的不玩了。有什么事想说，你说吧。我快累垮了，我开始慢慢的觉得连说话都是件很吃力的事。你遇到了低潮，但是每个低潮过后都是个高潮。我的生命就像一部电视剧，波折重重。电视剧有它的高潮迭起，但是最终也会有完美的结局啊。阿奇，上天为什么要这么考验我？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为什么上天要这么惩罚我？台湾队一定会渡过难关的，文斌和文燕也会没事。老天爷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 你去了，你知道我们都很担心你吗？我去哪里？不用你多管。陶文燕，现在是自暴自弃的时候吗？你为什么这次不肯勇敢面对问题，接受治疗呢？你似乎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吧？现在有病的是谁？是你还是我？是你，那又怎样？就是因为是我，所以我才有权选择不去治疗。 想选择逃避是吗，陶文燕？你是个懦夫，世界上最愚蠢的懦夫。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有很多不幸的人，一出生就有残缺，而你呢？你能走，能跳，能看得见，听得到，却想投降。文燕，你的意志力都跑到哪里去了？ 不是不想动，而是我斗不过。这是命运打出来的算盘，我控制不了。如果我去接受治疗的话，医药费谁来承担呢？是你，是我，还是我大姐，甚至是陶瓷店？我会牵手，会连累很多其他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一家人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他们都是你家人呢。 应该和你共患难的，而且你还有我啊，我也愿意和你度过这一关。子萱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个为了你而生的病人。 所以，你不用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，去找一个属于你的幸福，一个你该得到的幸福。这是我的幸福。
唯一的后悔就是没和你告白。你的味道这样就很好，伤心绝不会淡掉，永远不会是个问号，把这泪抹掉就比他顺高。我们的你好，我们结婚吧。还没来啊，文斌，不必等了，船不会来的。你多知道我在这里啊？我看你也不知道，
通风报信告诉警方，你做犯法事的人就是我。你为什么那么做啊？你大姐既然没有空来教你，就让姐夫来教你吧。姐夫，如果你尊敬我是文慧的弟弟的话，你就不会那么做了。你尊重过我吗？你看见我的时候，你们称呼过我，叫一声姐夫。别说姐夫，你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叫。阿斌，你知道你是怎么叫我的吗？你通常都会说外人。那你想怎样？我知道你急着需要钱来救我，你把陶瓷店的股份低价卖给我，我给你一笔钱来帮文彦医病，一举两得。贺家良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们大家都在救文彦啊，你既然政策的时候耍手段来对付我。老实说，我是越看越讨厌你。曾经在文慧的面前说过，你身边最信任的人也可能会出来。你身边最信任的人不就是阿果吗？他也不是一样出卖的。你连阿果还欺骗我，你说耍好朋友还背叛我。阿斌，让姐夫来教你，金钱是最好的照妖镜，因为金钱能把困在里面的恶魔给释放出来。你输在运气，因为你穷，而穷人在这社会上是没有说话的余地。我是穷，但我有一个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，那就是尊严。警察来抓我的话，我可以跑，但你不能，因为你逃不过良心的谴责。没时间和这人说话，走！我用一段录影威胁嘉良，从中换取陶瓷店的名义。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别相信他废话！我要你看清楚贺嘉良的真面目，不要嫁给一个坏男人。马上走，快走！哎，来不及说爱你，你说
再见。泪在掉，但在雨中又有谁知道？幸福多短暂，拥有过就好。